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哀酱与皮皮酱的频道，我是小哀。那最近的天气呢，越来越暖和了，相信大家都已经开始换季穿新衣了。那喜欢户外的小伙伴呢，春季的衣橱里肯定都少不了一件冲锋衣。皮皮酱最近就冲了一件10000多块的冲锋衣，我已经罚他去面壁思过了。这是我们入手的最贵的一款冲锋衣了。到底是哪个品牌的冲锋衣卖的这么贵呢？那就是来自德国的顶级机能品牌 Acronym。 私の刃でことごとく塵にしてくれる。それでもなお貴様は二度寝するなどと。这一款呢是 Acronym 以小岛秀夫团队制作的那一款游戏《死亡搁浅》为灵感，然后呢基于他旗下最负盛名的冲锋衣版型 J1 而特别制作的一个联名限定款。那这个品牌它是以高端的面料、顶尖的设计还有高标准的制作工艺来著称的。 Acronym 的主理人 Arison Hill，他是一名加拿大的华裔设计师，被很多人也亲切地称为光头哥。他和小岛秀夫在私底下的关系就非常好，这一次不但为游戏里面的角色设计了服装造型，甚至还作为 NPC 出现在游戏里面。那这一款联名冲锋衣呢，小岛秀夫在做游戏宣传的时候也亲自上身带过货。这件衣服它官网的发售价是1750欧元，这个价格很高啊。但是这一款当时在官网上架以后很快就被大家抢完了，所以还是相当抢手的。到底这一款天价的冲锋衣厉害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产品的包装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透明的塑封袋，但是里面附有一张说明书，说明书上详细的描述了这个产品的功能性啊，还有它的具体参数，对于不同部位的设计细节还有配图说明。对于一件冲锋衣来说呢，面料可以说是它的灵魂了。这件硬壳的冲锋衣它用的是3层压胶的 Gore-Tex Pro 面料，这种机能面料在持久防风、高度透气的同时呢，还有很强的耐磨性，基本上可以应对各种户外的场景还有极端的气候环境。因为是死亡搁浅游戏的联名款，所以这款冲锋衣它的配色和游戏主角 Sam在游戏里面的服装造型是相呼应的。衣服主体的部分呢是藏蓝色，然后在左肩的部分使用黑色的面料，胸前的收纳袋使用了非常亮眼的黄色，这个颜色呢是来源于 Sam 随身携带的那个用来探测 BT 的 BB 装置。相比于它的原版，也就是在2019年推出的G1A GT 2.2 版本的那个全黑的配色，这个联名限定版的配色使得这整件冲锋衣看上去不失机能味道的同时呢，又有一点小活泼的感觉。除了在配色上和死亡搁浅这款游戏有联动以外呢，这款联名夹克在全身的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致敬游戏的元素。如果你是死亡搁浅这款游戏的玩家的话，那这些小细节的设计就会给你很强的一个代入感，穿上这一件冲锋衣立马变身弩哥，弩哥快递使命必达。除了这些联名的元素以外呢，这件冲锋衣可以说它保留了2019年2.2版本的所有的功能性的设计。在夹克的领子上可以贴附附赠的磁性锡条，方便吸附耳机之类的磁性物件。那再看拉链的部分，夹克的前襟呢采用了3重拉链设计，半领拉链可以将封领拉起，
内衬拉链，方便拿取夹克夹层里放置的物品。还有最炫酷的快拆拉链，基于拉链末端特殊的机械设计，在拉链的顶端稍加用力，即可瞬间的将拉链拆开，方便紧急情况下快速脱掉外套。背后侧边的长拉链是和 Acronym 的包包来配合使用的，那因为我们没有入手这款包包，所以拉链的用法暂时还没有解锁。夹克还带有可拆卸的连帽。另外就是机能服饰必不可少的口袋的元素了，那这整件夹克一共有9枚口袋，胸前有2枚，其中左胸前的口袋里面还有一枚小号的袋中袋，方便收纳像 AirPods 这样的小型的物件。胸前中央有一枚大号的收纳袋，下方的两侧还各有一枚。左肩处采用了不对称的设计，在袖子罩布的下边有一枚中号的口袋，最后的2枚口袋分别位于两边的袖口，它们叫做 Gravity Pocket 重力口袋，这也是 Acronym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设计。通过袖口的拉链可以把一些比较小的物件，比如手机或者打火机收纳其中，然后利用袖口内侧的暗扣就可以快速的释放取出袋内的物品。在这里还需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重力口袋的设计呢看起来非常的炫酷，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因为有时候重力带给我们的可能不是炫酷，而是财产损失。和大多数的 Acronym 冲锋衣一样，这一款也附有其标志性的弹力背带，可以装在衣服的内侧或者是外侧，脱下衣服以后呢，可以将整件夹克背在身上，提升它在室内的便携性。那总的来说，这件冲锋衣它的可玩性真的是太高了啊！在一件夹克上竟然可以融入这么多的一些设计细节，而且这些设计呢不是一个简单性的装饰性的设计，而是有很强的功能性啊，有很强的科技感的设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更厉害的是呢，这件衣服的玩法还可以扩展，可以搭配这个品牌其他的一些单品来进行互动，那可以说 Acronym 真的是把机能这个词给它发挥到了极致了。当然这一件衣服10000多的价格确实还是比较高啊，但是你说用相同的价格，与其去只是单单买一个 logo 啊，或者去为一个品牌溢价买单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去买一些好的设计，有趣的设计，是吧？那在这件衣服上，我觉得它可以说是漂亮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真的做到了合二为一。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 Acronym 的很多服装它的主理人都亲自上身啊，拍过一些宣传片啊，或者是上身的演示，整个的视觉效果都是非常炫酷的。那我把主理人上身演示 G1AJT 这款冲锋衣的宣传片放到视频的最后了啊，还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光头哥的帅气。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节目，请别忘了帮我3连一波。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